家好，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。疫苗保护力是指接种疫苗的人群与没有接种的人群相比，减少了多少生病、重症或死亡的风险。疫苗保护力是经由严谨的临床试验得知，而各疫苗的试验方法不同，因此相关数据不能直接比较或评断优劣。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都必须经过卫生主管机关的审议流程，确定安全性与有效性是符合国际标准的。我国提供民众接种的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，并经由 ACIP 专家会议讨论来订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。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经医师评估后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不仅可以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他人的健康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吴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啊偏向震荡了哦，指数涨这么多，你说它都不休息，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哦。虽然指数涨的比较多了，你再去看指数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它是每天涨吗？每天狂飙吗？除了这里大涨320点、393点，后面基数是一路往上垫高，然后呢？涨休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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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休息。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如果你自己画地自限、固步自封，你永远赚不到钱。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指数不可能每天起，它拉回就是好机会，它休息了的时候就是你的机会。你不要等到真的指数看到18000，看到20000点，哎，老师你都没跟我说，我都有告诉你哦，包含我跟你讲的微论，哎，一礼拜65%啦。你以为65%就算了吗？另外一档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现在讲的都是新的哦，我不是现在跟你讲说元宇宙赚多少钱、赚多少钱没有用啊。10月18号之前没有人讲元宇宙，我10月18号就都跟你讲宏达电，为什么？它叫元宇宙的指标。哎，老师你哪会知？你们大家拢知啊，宏达电是指标。拍谁？10月18号元宇宙最喷，宏达电。你要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嘛？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讲说宏达电到底有多好，未来会涨到哪里去？毕竟它已经从30几块飙到90几块了，哦，再往上飙，那要是万一飙到100块嘞，哦，那又怎么样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去赚后面那一段吃人家吃剩的，你就可以赚真的赚到钱吗？后面我跟你讲的，另外也是一个礼拜飙60几%嘛，但是我不是要跟你强调那些，我要跟你讲的是新的，他们。包含接下来我要布局这一支威瑞已经一个礼拜65%了哦，老师还没收喊吗？我待会解释，你不用紧张了，一个礼拜65%了，新的啦。好，来包含这一支，好，而且我每天都让你看哦，江波图 K 线我都让你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每天都解释哦，又来了，又要发疯了。上礼拜的下半周是休息，对不对？下半周休息，我还是在讲他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又开始喷了，又来了，又要发疯了。我讲的股票每一档都是会员的股票啦，哦，我还是在强调，它飙起来都很恐怖啦，哦，今天不是锁700多张了，锁7000多张了。我从头到尾一张都没卖。好，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了，哦，好，来，这是今天你看到的啦，哦，三嘎行情蠢蠢欲动。嘎空嘎空手嘎空头，你不买你就是被等着被嘎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老师我又没有放空，嘎空手还是要被嘎，除非你这一辈子不看股票了，除非你这一辈子不玩股票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它嘎。所以一定要做啦，哦，这是我过去在我下面外当周列课说，我每天叫你买股票，老师啊你是神经病，全市场也只有一个神经病而已，每天叫你买股票，
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当然，我是希望你赶快去买股票，不是真的叫你每天买。哦，当然你要每天买也可以。真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压力，真的，我感觉这真正，你还没赚到钱，我讲你真正爱来啦。哦，我只想跟你分享全新的股票啦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来，你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看指数啦，台股外资占台股明年要什么越过19000，哦，也没有多少点啊，可是他把台积电的目标升到哪里？哦啊，这就你现在去看台积电现在多少钱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指数会很接近20000点啊，因为不是只有台积电会涨嘛。好啊，他都跟你讲了，你在怕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？我前面就跟你讲过了啦，他会当你的垫背啦，他全部买在最高点了，他在这里大买，有没有？大跌那一天我跟你讲说，我说什么？他买在最高点，所以如果真的要担心是外资嘛，后面呢？为什么根本不用担心啊？老师，这一根长 A 说明整个行情结束了，就跟这里你也会这样子想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震荡会啦，拉回会啦，但是拉回的幅度也不会很大啦。来，年底做账，哦，这都最近你看到哦，做梦行情。好，台股前潮涌哈，贵买市值破纪录，破世界纪录哈，破历史纪录啦哈。好，来来，美库藏股规模突破1兆美元哦，成为提振美股的推手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市场上的钱真的太多了，真的没地方跑，所以你会发现连房价都在飙，哦，而且居高不下，你要买到便宜的房子很难。为什么？急修追啊嘛。我知道现在大家在担心什么啦，指数现在在涨，大家在担心那个叫做通膨。那如果通膨可以控制呢，好，哦，啊，那另外就是升息。好，升息都还没来啦，对不对？杨先生跟你讲嘛，我们的总裁也告诉你的嘛，明年中升息的几率是一半一半的，啊，我假设最坏的状况明年中会升息，那也是明年中后的事嘛，不是现在嘛。那我要告诉你哦，明年中真的升息，我告诉你搞不好台北股市美股都会暴涨。老师啊，你怎么没感觉你老是升息还没来，升息那个时候我们再担心，因为升息会暴跌。你跟我讲说升息会暴涨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在过去的前一，他在升息的前一年一直在反映升息的压力，等到他真的升息的时候，台北股市反而会暴涨，美股反而会暴涨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一次升30码40码吗？也不可能发，这件事也不可能发生嘛，升都是升半码一码两码了不起。好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升一码你有感觉吗？升两码你有感觉吗？好，所以他要升到十几码，至少要花很长的时间嘛，最少要1-2年的时间嘛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就算他升了1-2年的时间，请问利率才多少？多1%的利息，多2%的利息，你会把钱放在银行吗？所以以此类推，你的钱一定会在市场上流窜，到最后你还是在买股票，所以股票就不停的飙。所以当升息的利空出来了，利空出尽，美股就直接暴涨，哦，你信不信由你啦，哦，这就我说的啦，哦，来再来就是这件事情，哦，布兰纳德如果出现，哦，FED 会更偏鸽派，哦，啊，你还事情大条，哦，升得更慢更久，哦，那所以说我只能告诉你啦， 你就是做多啦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里叫你做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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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现在我都想做多的原因。好，哦，那这过程当中我每天讲哦，跌的时候不买，你要什么时候买？那个最低点的时候，大跌是好事，才能财富重分配。好，哦，你不要去管你不要去管指数，你去赶标股，赶快去找标股，跌很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从最低点我讲叫波段行情，从最低点就这里啊，就这里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有大波段行情，5月18号。涨792点，我拿那个例子当例子，哦，从此大涨2875点，然后这一次又来了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600多点，哦，去一摆怕倒转来个一摆，所以后面会涨几点我不知道啦，哦，是1000点2000点还是3000点，哦，
它是像我讲的会有大波段行情。好，所以其他的我就不解释了啦，因为这利用灾啦，我们来看今天你看到的跑到哪里去了。好，也没关系啦，来我们来看，直接看结论啦。最近这几天你看到什么？除了元宇宙之外，电动车这几天哦，美墨加峰会聚焦电动车补贴，全世界所有的车厂都在布局电动车。好，这是今天你看到的嘛，电动车 ETF 抢攻新蓝海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所有的热钱都往这边跑嘛。为什么我主轴放在电动车加新题材元宇宙或者是什么其他类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电动车的不用讲了，先八支再来八支再来七支，加已经嘎嘎起来快25支涨停板。好，我也不讲，我也不解释过去了，我要解释过去我就跟你讲宏达电我赚多少钱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之后我叫你买这一支6天77%，怕死啊，老师啦，有人的股票这样飙6天70%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电动车的部分，新的真的是新的啊，而且我每天都有预告哦。来，从我跟你讲的，从前两个礼拜我就没有 叫你去追宏达电了啦。你去看齁，为什么要买这一支？它叫宏达电，来电就有，比起他们这一支更厉害，有没有？飙到后半段的时候，我跟你分享这一支6天77%。另外一档，来，另外一档哪一档？就这一档啊，有没有？好，一样来电就有，比起他们这支也很厉害。好，我一定有讲哦。好，那我一定有买哦。我都有让你看啊，我 K 线都有让你看啊。然后第四根在哪里？在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后面的那个江波赌的涨停板我就不讲了，都跳过了哈。第四根涨停板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一定会震荡洗盘，但洗完还会再喷。所以当他在洗盘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拉回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上礼拜有拉回哦，我都没卖哦。来，很多人知道是哪一档股票了哈，反正就抱着就对了。来的很多啦，那个时候你有来的，你都就抱着就对了。你就是抱着就对了，又来了，够被起笑啊！反正它飙起来一定很恐怖。另外一档，你也知道，你一定知道，它叫做微论，家己看得好啊。这是老师一礼拜65%呢。新的喷射标股，新的喷射闪电，它已经准备要发疯了，我就买它啊。我都买这啊，正式转强啊，车电跟 Space SD 轨道卫星啊。好，我讲完，你来随时都有，反正你买得到，我的股票没有那个买不到的，没有那种买不到的。好，放完假回来，你要怎么买随便你啦。礼拜一涨停板，礼拜二涨停板，礼拜三涨停板，礼拜四涨停板，礼拜五差一点又涨停板，5天65%，这种标法真的很恐怖啦，不会说结束就结束啦。啊，另外老师可是震荡很大呢。来，我们看今天有没有涨。今天是在震荡，飙到分盘交易，主管机关公认的标股，是主管机关公认的标股，已经飙 65% 了。有人会跟我讲说，哎呀老师涨这么多了你还在讲，不是我在讲了，很多人会觉得它涨很多了，麻烦你去看一下周线。为什么我现在不提宏达电？我让你看宏达电的周线，我们来看周线，它连喷5个礼拜，这个礼拜是有涨的哦。上半周涨，冲到创新高，下半周压回来，因为它涨了5周了嘛，所以它要休息嘛。好，你觉得它涨很多嘛？
那要看你怎么看哦。如果你只看眼前，哦，绝对涨很多啦。哦，你看周线，这三百年没去啊，你说一才开始去呢，你觉得它涨完了吗？周线、月线都是黄金交叉啦，通通黄金交叉啦，历史谷底啦，有没有？好，啊，你看周线看不清楚没关系，我们再来看月线。哦，你说它涨很多咯，那它这么多年来就现在才开始涨而已，那它人家涨这样子，你说它涨，然后它涨这样子，你说它涨很多，它涨这样子而已哦，它涨这样子而已哦，历史最低点哦，现在十几块，二十几块，二十几块而已，欸，拜托，它这里是100块耶，五年前是100块，这五年都没涨，现在才开始涨，你说它涨很多，哦，但短线上一定会震荡啦，哦，就看你怎么看啦，对不对？参照，来，今天它也是震荡哦，来，哦，啊，不震荡才有鬼啦，一礼拜去65%没当震荡哦，我认为它还没涨完啦，已经被分盘交易了，哦，就跟它一样嘛，哦，我上礼拜有讲嘛，今天是不是又涨停板？好，我的股票都涨这样子，我的每一档股票都涨这样子，包含之前的立位啦、宏达电啦，包含电动车，8根、7根、25根、30只涨停板，光电动车的部分哦，再加它40只涨停板。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新的哦，都是新的哦。那你没跟上，我再强调一遍哈，哦，你哪阿北得还没跟上，你还没赚到钱的，你可以买这一支啦。下，我只跟你分享新的啦，好不好？微论一个礼拜已经65%了啦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买不下手哦，你要买你可以跟着我买哦。啊，你真的买不下手没关系，这一支也涨停板了。哦，啊，上前面4根涨停板加这一根也5根了，好不好？再来这一支，哦，全新的，你可以买这一支，好不好？欢迎来拿，紧喷新风暴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什么叫紧喷新风暴？金喷诶，新风暴，不管指数，不用管指数，现在就可以重要的标股。很多人会担心，老师指数是不是要结束了？怎么涨不上去了？哦，你开始会担心指数，我告诉你根本不用担心指数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啦，不用管指数啦，哦，你现在会管指数代表你会怕啦，你想买又不太敢买啦，那我给你一支你可以闭上眼睛买的股票，现在可以重压的标股，这个时间点，这个时间点可以重压的标股，欸，指数涨成这个样子啊，有人在这里耶，有人在这里耶，有人在这里耶，就像他在这里的时候你要不要买，就像他在这里的时候你要不要买，所以这跟指数有没有关系，完全没有关系，哦，所以为什么我要请你来，哦，欢迎来拿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在讲赚钱真的好简单，因为贴就都谈了，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，有什么就简单的，因为贴就是你的，你只要有来通通都有，井喷新风暴，不用管指数，现在就可以重压的标股，你免管指数现在在哪里啦，反正就是重压的标啦，全新的底部黑马，也只有我会跟你分享底部的黑马啦，专心的底部黑马啦，小心一旦发动又是连续涨停板，哪一只没有连续涨停板你告诉我，我只能跟你讲，你今天来拿到这只 你真的要偷笑啦，赶快去买就对了啦，新一波的大行情正准备要引爆，电动车的40几根涨停板，元宇宙最喷的宏达电你都没赚到的，那新一波的大行情正准备要引爆，千万不要再错过了，紧喷新风暴，下一支最会飙的股票，小心一旦发动又是连续涨停板，今天要跟你分享，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今天有看到这个都会当来，哦，你也不用想太多，反正你来就对了，你花一块钱而已啊，你打这通电话你就可以知道他是谁，你就可以知道接下来要喷的股票是什么， 就是这么简单嘛，如果宏达电你没赚到的，我不要讲太远的东西啦，最近一个礼拜啦，
一礼拜65%，一礼拜65%，一礼拜65%。过来一啦，小心一旦发动，又是连续涨停板。今天要送给大家，不限任何名额，五块的这波，花一块钱打电话，只要拨得通，直接送给你打电话进广告。2022荣耀回归，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，让您信心十足，一路长虹。长虹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立即上线，上线。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匠，因为你准备的，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。我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换表真好，安全没烦恼。飙股特快车。欢迎到我家现场哦！想要赚大钱的，今天通通都可以来哦，机会真的来了，好不好？把握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又要发疯了啦！哈，明后天只要跳空涨停板，好，我就公开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都不公开，都已经第五根涨停板，你还不公开？我所有会员拢总有一支，还不公开？他知道明天、后天跳空涨停板，我就公开给你看，知道好不好？好，不是我不公开啦，是我会员也一直在反映，我老师你掏钱的股票，大家飙飙到起笑，啊你用腾根根，啊谁要跟谁要跟你做啊？哦，那现在我就不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有没有新的？新风暴，全新的底部黑马，今天要跟你分享，你都可以来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新的喷射闪电微论，哦，过去这一个礼拜。哦，啊，应该无比较标呀啦吼，不，来，也是前一个礼拜的礼拜五你来了，放完假回来，礼拜一涨停板，礼拜二涨停板，礼拜三涨停板，礼拜四涨停板，礼拜五又差点涨停板啊！你觉得它涨完了没有关系，无所谓，反正它也已经狂飙了65%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人会说，哎呦，那鸡价多啦。现在我也不敢买啦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买你要来找我啦，只有我看得懂啦，这周线好，我挑的股票都长这样子。好，为什么人家一个礼拜可以飙 65%、啊，你飙 65% 哦，才长这样子哦，周线月线都是低档黄金交叉 哦，再来看月线，你可以说它涨很多吗？这一辈子最低的时候就是这里，这一辈子最低的时候就这里，这一辈子要起效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。如果你每一档股票都买这种的，都像这样子的，我不要说它未来会飙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五倍，65%就够了啦。啊，我万一飙好几倍，看怎么办呢，啊？一样是新的啦，井喷新风暴就是要跟你分享新一波的大行情，
正准备要引爆，你已经错过电动车了，你已经错过元宇宙了，下一波的大行情你还要再错过吗？就是这个时刻，你明天就可以买，你明天就可以买，所以你也不用去管指数。有人问老师，今天指数震荡，你在怕什么？不用管指数啦，现在就可以重压的标股啦。什么样的股票现在可以重压？什么样的股票可以让你大买？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未来会有大波段的行情。井喷新风暴，今天跟你分享全新的底部黑马，小心一旦发动又是连续涨停板。都参照最近这个礼拜的微论，都参照我之前跟你说的宏达电，在这跟你说的这样有恐怖吗？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我不要讲说现在宏达电30块的宏达电你要不要买，还是你现在去买80块90块的宏达电？30块的宏达电跟你分享，要赚的赶快来拿，今天送给大家井喷新风炮，只要有来的通通都有。今天只要看到节目什么都不用想啦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打电话就好了。你跟他开几块了，打电话来拿你的标股，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不限人名，五块的节目电话就要开通，直接送给各位，打电话，祝各位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2022荣耀回归，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，让您信心十足，一路长虹。长虹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。